是 biu biu summer， 今天 summer 又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了，而今天的开箱是非常非常好，大家期待已久的 LOL 惊喜娃娃出奇蛋，呜，欢呼！好，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去开箱吧 ！Oh my god！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 LOL 惊喜娃娃出奇蛋吧 ！biu biu biu biu。好的，那么现在呢 ，Summer 就要开始拆第一颗蛋了 ，biu biu。之前呢，我拆的是超大出奇蛋，而今天呢，拆的是这个是 LOL 惊喜娃娃的第三季的内容。现在我们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首先呢，大家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很可爱的娃娃，而且这里大家看到没有，是之前 Summer 拆到过的，就是头发会亮闪闪的。看到没有，这里面有一个贴纸，哎，哦，是一个星星，还有充电器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哔哔，很可爱哈，先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再打开一次，哦哦，又有一个贴纸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滴滴，很可爱吧？哦，哇，就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贴纸，已经都打开了，哎，大家看到这边，这上面有一个圆盘哦，它是可以旋转的。看到没有，好像一个时间胶囊，然后呢现在就可以看这样翻翻翻，就可以把里面的抠出来了，哦，可以打开，哦，哇，里面有东西，哇，很好奇里面是什么，哎，软软的，第二个孔，现在呢我们又把它打开，哦，还有一个，嗯，到第三颗了，嗯，这里怎么有一根带子？是干嘛的？嗯，先把这个第四个打开吧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啊，哇，哎，可是这个带子是干嘛的？不知道哎，好奇怪。嗯，怎么长得感觉像是一个拉链的样子？大家看到没有？这是一个拉丝哎，上面还有个爱心，很可爱的样子。是叫我拉的意思吗？嗯，哇哇哇哇，这个会喷出来耶，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里面都有很多，哇，小彩条是粉色黄色的，哇哇，这里面还有，看到没有，这是一个拉丝拉链的样子，啾啾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，哦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惊喜娃娃，好像是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新的一季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娃娃。首先这边有说看我们这个大型的娃娃都有些什么，哎，我们之前好像有看到过这个娃娃对不对，在那个超大出奇蛋里面，哇，还有粉色的，我最喜欢这个了，因为他们头发都是亮闪闪的，我一定要这个亮闪闪的小女孩。好，现在呢我就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biu biu biu biu，哦，哇，超可爱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是一个这种，这叫什么稀釉色，哎，和我的指甲很像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稀釉色，哦，第二个是鞋子，大家看到没有，是这种很小白色的，白色和灰色，而且这个灰色是那种亮闪闪的银色，银灰色的，哇，是一个牛奶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牛奶瓶，嘣嘣嘣嘣，牛奶，嗯，哦，哇，我真的第一次拆到翅膀哎，我之前从来没拆到过，哇，那没有，是银色的，超好看，还闪闪发光。接下来呢，再看它还会有什么装饰呢？嘣嘣嘣，哇，这个简直就是我的 style， 我超喜欢这样的墨镜，有一天希望我也可以戴着这样的墨镜去海边玩那么一圈。哇，这粉色爱心的眼镜，看到没有，超可爱的。衣服还有搭配呢，我就已经拆完了。接下来，我们的娃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就等待揭晓啦！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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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 ，so cute！ 啊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！大家看到没有？他穿的这种
白色的丝袜哦，这个简直就是超 fashion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给他穿上小内裤 ，biu biu biu biu。现在呢，我们第一个超可爱的 LG 洗娃娃已经完成了，哇，看看我们的小粉红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 Angel， 中文就是天使的意思。好，现在来拆第二个吧 ，biu biu。现在呢，打开第一颗，看里面，哦，哇，拿出了第一个装饰。接下来呢，再拿出一颗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啊！什么情况？不要拿去了。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小的装饰开始拆吧。从装饰呢，可以拆到。哦，黑色的，哦，这个马克杯也是黑色的，看黑色的盖子，哦，哇，好可爱，看到没有，很像那种，就是欧洲中世纪的穿的那种束胸衣，有没有？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，鞋子下面是像这种的鎏金底的。超可爱的，哇，好好可爱，哎呀，他眼睛是绿色的，来看没有，绿色的眼睛。好，现在呢，由于他没有穿衣服，很羞羞的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给他把衣服穿上了。OK， 我们非常可爱的小白就完成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 VK Baby， 用英文的话就是 vacation 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中文就是度假宝贝，不不，因为我马上要去度假了，所以我穿的是比基尼。现在呢，我要猜第三个了，啾 ，Let's go。我发现每一个这个都不太一样哎，你看这个又是另外形状的，刚才明明我还记得有电影的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很紧。三二一 ，Go！ 大家看到没有，超酷炫的，欸，很像那个摇滚巨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 Riptide， 用中文的意思就是激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总是在潜水呀，啊。要潜水要冲浪的话，一定要叫激流，对不对？看我的发型就知道，我是一个很酷的女孩了。见到大家，非常开心。已经是最后一颗了，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焦急。啊！
娃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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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哦，哇，超可爱！看到他头发没有？看到他的发夹没有？哇，好好看。Hello， 我的名字叫做 Gir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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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rl， 就是走走女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特别喜欢度假。要度假的话就要 Go Go。现在五个惊喜娃娃已经在这里了，但是惊喜娃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，叫做惊喜喷水娃娃，对不对？大家也知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让他试试，看他们是怎么喷水的。滴滴，把水放在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让他进去试一下吧。滴滴，下水。嘣嘣，呼，啾，吐水，呼。biu biu biu， 好，他也可以吐水。那我们看看 Angel 怎么样 ？biu 嘟嘟，咻！哇，Angel 没有水，很奇怪。好吧，现在这个喷水环节就玩到这里了。今天呢 ，Summer 就和大家一起开箱了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LOL 惊喜娃娃出奇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是不是想看更多 LOL 惊喜娃娃出奇蛋呢？如果想看的话，一定要留言告诉 Summer， 那我就会继续给大家开箱的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离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小林玩具频道，当然还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微博，你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的日常生活哟。最后呢，想要更多互动，一定要来小林玩具 APP。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哇，送了我们很多可爱的贴纸 ，TFBOYS 嘛，王源。哇，超级可爱的金鱼，这是送给 Summer 姐姐的，我会帮你转告给她哦。这一封是送给小林，哎，我觉得跟小林非常像哎，小朋友刚好画出了小林姐姐的特点，很可爱。这一张是给月儿的。之前有听说有小风铃觉得月儿姐姐像猫头鹰，所以是专门画了猫头鹰给月儿姐姐的吗？非常感谢你的来信，下次要记得再与我们互动哦。